你们会有什么送礼的一个仪式感吗？我是给先生这样。哦，他们很爱。哦，你们很省哎。林志玲结婚四周年，田馥送阿克亚这个，遭黄子佼亏太省。今天六月六号嘛，是不是？阿兰公六六大顺，一起今天是你的 Holy 季哦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是你结婚登记四周年。林志玲竟为空调品牌现身站台，恰巧适逢她和老公 Akira 的结婚周年。那个四周年有没有什么？你有没有什么庆祝的计划？庆祝、待会收工之后，对，和家人一起庆祝。老公也在这样子。在。哦，就是一起吃个饭这样、嗯。出去吃还是自己下厨？今天出门，嗯。啊，出门吃啊、嗯，大概会在哪个餐厅？你好像在帮媒体问。哎，对，几点的时候？几点的时候哪个？不是媒体，很爱他。你们会有什么，比如说送礼的一个仪式感吗？我只写了一张卡片给先生这样。哦，他们很爱写卡片。上次她老公在我节目写了一张卡片给她、嗯，然后你现在写了卡片回她。对、哦，你们很省哎。我觉得很多，你可能都随着时光会忘记、嗯，可是这些文字留下来的那个温度和感动，它是会留存、啊。所以我一直还是很相信文字的力量。这个就是非常有情怀的林志玲，与众不同的气质就来自这里了哈。志玲姐姐连续四年代言空调品牌，她已结婚嘛是四年，所以 跟大家的缘分是非常非常深的。对，美好的缘分是的，延续下去。啊我跟董事长报告一下，她呢是主动跟老公求婚，所以你现在是主动要求续约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刚刚是在做一个主动签约，有太明显吗？有很明显的，对呀、啊。好的缘分继续延续下去，麻烦带上我好吗？一起续约。对。